克总克拉克自信发挥，压迫感十足。克总挑战疯子啊，这个疯子是解说疯子啊，来看对决。疯子的话大概应该也是有二线水平的啊，巴赫丸组合。克总的话是老二线啊，疯子新二线，要挑战老二线还是有一点距离啊，不好打。不过克总一看也是知道他上了全主力啊，不敢怠慢，很灵活啊，防得不错，打不进去。好，跳切，假动作很多，在那里晃。哎呀，抓得漂亮啊，重拳必杀了吗？我去，不错，手法很好啊，是来加了一个鬼步啊，然后打了一波十连，这么强悍的吗？手感很好啊。好，跳跌来吧，呀！好，再追大回啊，小葵花完了一套，接必杀吗？好，重拳必杀，无敌波跟上，这条命差不多了，好像刚好死了啊。Round three.来，八神打法也是不骄不躁啊，虽然说是穿三局面，但是依旧很小心翼翼的打啊，并没有那么浪。好，抓住这下一机会。哎，这把没有跳好，他以为跳的话是一个机会，没想到对手把握住了这次机会。好，好抓，举高高地上抛。捅一手，踢一脚，再捅，拳脚拳脚打得你动不了，吉利刚倒在地，绑一手再来，防得不错，好，下盘空了，压迫感很足啊，一个克拉克啊，节奏把控的好，可以把这个千鹤打得动不了，这是一种很强的能力了。再晃一手啊，再打，我去，你看全程千鹤一个助词都没有啊，这么厉害的吗？ Round three, ready, go. 疯子的这个意图挺多啊，没办法，这个落地有无敌判定啊，直接拉一个一六 D， 好，再一个超杀，手法已经是非常娴熟了。反三，咱们点赞你记得看啊。疯子跟克总打的也是有来有往啊，我看了一下总比分是10-9，已经是一分惜败而已啊。当然了哈，你现在看到是你是一个节目呈现的效果啊，必须用八神来迂回。好，抓到回不过来，小弟虚晃动作很多，依旧是这样子哈。哎，再抓，回不过来，拿下，拿下了没有？我去，漂亮的升龙。好，来爆！喂，百合就够了。我去，还有秀木亚呀。胆子太大了啊，看来打这个克总是真的一点也不慌张啊。来，这一下差不多了，刚才可以直接冲过去重拳白光八只女的啊，又被抓，来连续葵花突然跑抓葵花之后撒尤娜拉，八神打的是相当不错。该死的克拉克又来了，好，举高高地上跑，想过来不回手套，
倒地，哎，一溜低，逆向还是怎么说？好，打一个正向哈，直跳 A。Round four, lady go。好，下劈下 A， 举高高。哎，这么会打千鹤吗？啊，你看千鹤只能还手啊，啊，只能防守啊，不能还手啊。又是一个助词未发，然后就死了。护士鹤，不应该吧？千鹤这么不会打克拉克的？招架都招架不了啊！道奇想来一波伤害啊，想来一波大的。嗯，我也暴气，我也想来一波大的，看谁大谁。好，滚一下床单，连个 G 楼在这里滚床单。喂，喂，很脚。哎，不要死了！哎呀，还死了哈！好，关注小小不会走丢。